当地来关心疫情，台湾头一摆伫家人试办瑞波泰是已经展开，王必是讲瑞波泰是无强制，强制讲即无法度找出社区乌索。另外，咱个乒乓选手林君如，伊伫国外比赛结束了后，倒来台湾，传出伊个采检是阳性，体育署表示采检结果以中央公布为主。既然疫情管家疫情指挥中心决定第一摆试办微波胎，二十万支的快胎试剂已经送到基隆市户口公所，啊，不过到底什么时阵发给民众，有关无时间表。医疗应变组副组长王必胜随即表示，微波胎用不强制，快胎阳性则回报等三原则，比积极无法度找出社区乌索。是尽量哦，那尽量的意思就是说。我们其实不一定要做到所有的数量，因为有的时候我们找到一个个案，我们会再透过疫调会再找到其他的个案，那所以并不是说我们36万市民都每一个人都要去做到，这个是实际执行上是不可能。王必胜透露，家人疫情即摆是无够增加，医院爱一段时间才能下降，双北疫情也阿未降温。世新大学初二宣布出现第二例确诊，被居家隔离学生经过采检了后确诊，学校宣布全校停课10天，十二恢复正常上课。新北昨一天新增加40例确诊，新北市长侯友宜指出，大部分是居家隔离采检阳性，医疗人员已经提早准备应应，对政府向边境开放的方向来行。侯友宜也表示，境内管控会真辛苦。既然政府的政策是开放边境，那这些阳性的确诊个案，绝对是在这一段时间里面。都有很多的隐藏链在这个地方，那这样一个状况出来，难免一定会爆发多条隐形的传播链。台北风都疫情化开，推出校园，大家到店去做疫苗也减缓毕业旅行。外界关心新北是不是要对着做提悬疫苗注射率。侯友宜表示，现阶段是要增加老大人做疫苗。另外，毕业旅行的部分以安全为重，看疫情变化，滚动式来检讨。记者综合报道。